古惑变色波鞋，粉红定湖水绿色，网上惹热话。呢只波鞋系咩色？有人话见到系湖水绿色，不过都有人话见到系粉红色。最近网民为咗揭开呢只古惑波鞋嘅真正颜色，展开热烈讨论，两种讲法都有支持者，一时话系湖水绿，一时话系粉红色，搞到我都好乱啊！有精明嘅网民即时用相机嘅过滤系统，用嚟模拟人脑嘅自动调色系统。哦，喺唔同嘅效果之下，只鞋展现绿色同粉红色。呢个情况就好似几年前嘅呢条裙咁，好多人见到佢系蓝色配黑色，但系都有人话系金色配白色。睇到唔同嘅颜色，唔通有人色盲？唔使咁惊住，原来呢一切都系人脑嘅错觉。喺光线不足嘅情况之下，人接收影像会自动调色同过滤，就好似大家用手机拍摄效果咁。有啲人过滤到系绿色，有啲人就过滤到系粉红色。咁讲到尾，到底只鞋正确系咩色？哈哈，铺文嘅网民到而家都仲卖紧关子啊！